开始。捕梦网源自18世纪，印第安人用它来捕获美丽的梦幻，让噩梦随清晨的阳光而消失。他们相信夜晚的空气中充满着各种的梦幻，只有捕梦网能将梦过滤，把它们带入美丽的梦乡。传统的捕梦网是用树枝编成一个圆圈，用皮革绕着圆圈把它包起来，然后用牛筋线在圆圈中绕出一个网来。在牛筋线上偶尔会穿些彩色的珠子，圆圈的一端用皮革挂了一些羽毛，网的中间有一个圆洞，传说只有好梦才能通过那个洞并顺着羽毛流下来，而噩梦会被困在网中，并随着次日的阳光灰飞烟灭，消失得无影无踪。Dota， 又礼拜六咯喎，周末奇谈喎。哎，眨下眼个礼拜。系啊。我哋今日喺第二日啦，第二日第二日。第二日。第二日，今日喺曼谷正式。系啊。隔篱就系万豪酒店。嗯。我哋间 logo 铺好靓，最热闹呢度啦，市中心。嗯，幾個大商場，當年泰國是做到亞洲四小龍咧，有理由。如果你再繼續經濟穩定，同埋咧係嗰個語言咧再推廣佢哋，即係譬如你集中曬以英文為主，咁啊多啲遊客嚟到溝通到。如果投資咧，你個溝通唔夠力，你做管理人才咁，你落我打下面啲人都唔明，係咪？呢個佢哋缺陷。但一般嚟講，就啲人咧都係佛教國家啦，比較謙卑嘅啲人，即係你都感覺過都好禮貌。嗯。我同泰國都好大緣分，好大緣分。佢又支持我哋工作，我又支持工作。輪到今時今日，佢哋有啲泰族喺800多年前，元朝蒙古人打雲南，喺雲南邊境啲泰族咧走難去曬印度啊三省，話嗰度成立咗阿薩姆國啲小國家仔，後屘亡咗之後，有窮到飛起。嗰度係印度最窮嘅阿薩。嗯。咁啊，有段機緣，啲學生通知我，咁啊，有啲就陸續幫佢起學校啊、起宿舍啊，同埋教佢哋啲人當地揾食啊，處理啲地下污水問題啊，盡量做啦。啊，即係難得有機會。有個緣分落喺自己手，咁咪盡量做咯，盡量做。最重要都係俾佢哋謀生嘅方法。所以你話你純粹節制咧唔掂嘅一個地方，呢方面我哋有經驗啦。咁樣佢哋都好落力，幾好。咁啊，塔塔咧，塔塔集團又同我哋處理咗一啲組合屋。塔塔集團好大，喺印度嚟講，呢啲係幾大企業。咁大家好多好朋友幫手，做得幾多得幾多。今日講嘅周末奇談咧，比較虛幻一啲，虛幻。但佢呢種虛幻得嚟咧，係可以控制到嘅。就是講個夢的問題，所以就講夢裡真真。夢是很神秘的，在我們在通勝啊很多地方都是講周公長夢，就是說你發過什麼夢，跟住呢就在個夢中呢就什麼啟示，咁你呢去book你的前程嘛，你聽人講過啦，係嘛？
呢個人類喺心理學嘅範圍屬於，但係到而家咧都未有人可以掌控到其中嘅關鍵性。我哋古代咧就好多古仔嘅夢嘅，大家上網 search 到嘅，有南柯一夢啊，係嘛？發完夢之後，哇！嗰啲都唔知幾啊幾多年咯。如果你佢虛幻之中，就算涉及嗰啲鬼神咧，啲人見到鬼咧，其實就係發緊白日夢。有啲日頭都有發夢。因為在你的心靈的部分，心靈部分不是在大腦，不一定的。在你的心靈部分，記憶系統，深層的記憶系統，它偶然間走了出來，那就涉及了你心靈內部的視覺神經系統，就感覺到這種的震頻。咁咧就睇到個夢境，但通常有啲人發夢咧喺斷咗之後咧，就唔知道你個夢究竟係點樣埋尾嘅喎。咁好啦，如果你有人教你嘅方法，再追翻琴晚發嗰個夢嘅下集，係點埋尾咧？呢個方法如果你用得好咧，咁你又可以慢慢追翻十年前發過嘅夢，未埋尾嗰啲，一路一路去訓練自己追上。但係不容易嘅，等而家話你叫人去追翻你第一日上課上學嗰一年，譬如話我讀幼稚園或者讀小學嗰一年開學嗰一年，嗰年每日發生過咩事，即係你現世嘅你經歷過曬嘅，你都追唔到喎，唔係咁多人追得到嘅喎，係咪啊？即係你第一日翻學嗰日，嗰日全日咧發生過咩事，或者你嗰一年之內咧每一日發生咩事，其實你有曬㗎，你經歷曬咁嘅上學快樂喺度㗎。嗯，夢境咧就係你殘餘咗嘅快樂，或者你前世嘅快樂擺咗喺你個夢境度，深奧㗎。咁啊，講翻我個人啦，我個人都經歷過有好多夢境嘅。最大嘅轉折點咧，最強烈一個夢境咧，就係我當年研究佛學。咁去到佛學嗰陣時咧，就講啲佛嘅菩薩有三個形狀喺世界。咁呢個三座形狀咧，有報身、有化身、有法身。嗯。咁我哋只能夠用世間嘅例子舉例講一講，就等於一杯水，佢變咗冰，冰咧佢有唔同嘅形狀嘅變咗。好啦，又可以變咗雲同霧啲水氣。又有不同的形狀的。好了，由它變了水之後，它會變到你的空間是什麼無色無相的，最微細的時候它都有三種形狀，有固體、有液體、有氣體，人都差不多。那麼最難呢，就
就睇到嗰個化身嘅，即係氣體。嗯。但係你嚟嘅，咁啊化身咧就無相，無相亦有相，有相又無相，嗰、那個比較好玄學。咁我點解話自己切身經歷嗰個夢境比較影響好大咧？所以呢一集嘅主題叫夢裏真真。即係我去到喺佛學對個法身嗰陣時咧，棘住啦。究竟佢用乜嘢？點樣存在？點樣同嗰啲信徒相應咧？咁我有一年咧就同咗丁稿青痴嘅大徒弟一個活法，因為佢西藏人咧唔可以嗰陣時。入去中國好麻煩，咁佢就冇用佛嘅身份，就跟我一齊翻去訪問北京佛教會，跟住又去朝五台，佢同我朝五台一齊。咁啊，朝五台嗰陣時咧，哇！郭先生你咁勤力用功啊，佢睇到我平時。行路啊，食飯啊，都一路有用功。佢哋難得嚟到五台山，喺五台山中國嘅歷史記載啊，外國冇呢段記載嘅，中國有。中國四大名山有記載嘅，就有四大菩薩嘅山。五台山咧屬於文殊菩薩嘅道場，峨眉山咧就普賢菩薩嘅道場，普陀山咧就觀音菩薩嘅道場。九華山咧就係、是、地藏王菩薩道場，道場即係佢嗰個地盤嚟嘅。喺中國嘅傳記，佛門嘅傳記咧有呢個講法嘅。所以當年咧，順治皇帝都喺五台山出家。啊，咁五台山咧又有王廟嘅，有間王廟嘅，因為順治喺度出家嘛，所以話好早就有喇嘛廟。咁喺西藏喇嘛嘅傳承咧，就係與朝五台山咧為一個佢哋嘅聖跡嚟嘅，即係屬於佢哋祖師宗教巴利嗰啲啊喺嗰度。咁啊陪佢帶同佢一齊朝五台，咁佢一入咧就喂阿郭先生。難得嚟到呢度，喺文殊菩薩道場。聽日好日子喎、哦，佢哋喇嘛咧有喇嘛嘅算法。佢聽日好日子喎、哦，聽晚半夜三點鐘，就我哋開壇咧，傳你嗰個文殊師利菩薩嘅法門俾你。即係文殊嘅道場傳俾我，咁我又冇話唔好，又冇話好，但我通常都好隨緣嘅，因為自己又知道啦，喺佛門嘅法門咧無數咁多，等於你喺去到印度三千幾萬個神，你都要拜邊個好？三千幾萬個神又有，係啊！咁我就算你佛門啲咒語啊，或者好多化好多神嘅化，你都要收邊個好？咁但我又好隨緣，我好啊冇所謂，突然間有緣分，你又開到聲咁係咪？係佢開聲㗎嚇。咁我同埋兩三個師兄弟啊、石太佢都喺度，咁啊三點鐘起身，咁啊開壇，咁佢哋有佢哋嗰套法本。咁我哋跟住佢嗰個法本嘅儀軌去做啦，都做好成兩三個鐘，就喺五台山，我接呢個文殊師利嘅大法，接咗之後冇咩特別嘅感應。當時好啦，但到第二日我夜晚瞓覺咧，就奇怪啦，做咗個夢。
做咗個夢咧，一個裸體嘅菩薩，冇通常菩薩係著衫褲噶嘛。嗯。即係我哋見到好似希臘嗰啲裸體像咁嘅。哦。但係你知道係嗰天使啊，天使冇有啲冇衫著，嗰菩薩打咗套拳喺度。咁我擺心中有個謎啦。咁啊問啊活佛，佢又冇咩點解釋。哦，咁啊幾好啊。咁到我翻咗嚟香港之後，我問我嗰個另外一個授業師傅啦。哦，佢你係嗰套咧係二十空拳。佢嗰個菩薩像咧係我師傅嚟嘅，佢用個法身，即喺夢中咧用個法身傳一套二十空拳，即傳俾我。嗯。咁自此之後咧，我喺嗰個平時嘅修為咧就勤力咗啦。即係知道呢個宇宙咧，因為即係明白咗個法身係點樣去演繹個世間啊。但佢雖然無色無相，但佢透過時空咧，即係等而家嗰啲 WhatsApp， 你明唔明啊？虛擬世界嚟嘅，但你又唔可以話佢冇啊！真係唔係講得得少，即係話咧人體。你而家你喺宇宙搞緊嘅科技，其實人體咧全部有曬，但你係未用到出嚟嘅。嗯。你未用到出嚟嘅，亦都咁啊。跟住就我再接嗰個夢成就法，即係你由嗰個夢嗰度咧，你再控制追夢。或者我今晚不想發夢，或者我想發夢，我發翻三十年前的夢，再追翻佢當日個夢斷咗之後，係點樣演繹翻落去咧？咁，但呢度我練得唔好啊，因為懶啊，即係真係好懶啊，即係自己都慚愧。即係唔係話你得心應手去吹？所以最近咧呢兩年咧，我就有陣時都喺問啲學生啦。有陣時我特登知道嗰、那個竅廟啦。嗰陣時做功課修法嘅時間咧，就直情係用個念力咧灌上去，俾同我有緣分嘅人喺夢境中啊見到啦。所以見到咧都好多學生咧都話啊～在夢到見到我，是溝通到的。嗯。但你是完全控制不到的。所以很多人呢又在報紙賣過出來，很多大家見到的，為世界上的輪了的人，給了一些祖先給了兩個號碼，他賣中了六合彩嘛，記得。有，成日都有聽這樣的講法。但你話你俾兩個 number 佢，佢未出現嘅呢度，我未解到個謎嘅。即係你出現咗嘅嘢發生咗，由你夢境話翻俾你聽咧，我都接受嘅，因為已經發生咗啦嘛。但你如果你話六合彩 number 佢係未出現嘅喎，呢個另外一套學問嚟咯喎。即係話咧，你未出現。而你又可以報夢話俾你聽幾多個幾個 number， 即係咧你要有能力影響埋嗰六合彩搞珠嗰號碼出嚟先得嘅喎，你明唔明白我意思啊？嗯，呢個係好厲害嘅神通嚟嘅，知唔知啊？即係你幾廿個 number 度滾筒度轉，你喺嗰個過程中你都控制埋走邊個出嚟。呢個匪夷所思，
咁啊，你話你做唔到，係咪代表冇人做到咧？呢個真係唔敢講，一世界無奇不有，世界真係乜嘢力都有，係你唔知道嘅。所以好啦，去到呢個 moment 咧，就係話我哋去收呢個夢嘅時間，點解話有一個好處呢？有啲又可以接過嗰啲天使落嚟同你修行，啲靚女，但呢啲我哋就唔鬥，嗰啲比較危險嘅。嗰啲印古印度嘅瑜伽部嘅聖力 yoga 嘅另外一個部，但你收到嗰個夢能夠控制到發夢或者唔發夢，或者再追翻個夢嘅時間咧，你又跟住你就可以再收咧，就控制你嗰個生死輪迴，未出。未話離開喎，你未係學到話佛祖大菩薩咁啦，未我下世唔理啦。但起碼你知道嘅生死咧，你幾時走或者唔走，或者我留多幾年再做嘢，即係控制到嗰個死亡。你預知道幾時死，好啦，跟住咧你去離開世界死嗰陣時咧。我是要在哪裡出世，即最初步的功夫啊，你是由控制到個夢發夢或者不發夢或者追回夢的時間，你就要開始有能力控制到這個意識流了，你就可以左右到你的生死少少了，少少了，即是自在一點了。即是現在我們個人來到地球戇居居，你又冇申請嚟，又冇人請，俾張請帖叫你嚟，你又唔知點解要嚟，嚟咗咧完全唔係你控制嘅，你又去邊個父母出世啊？邊個你完全係冇辦法控制到嘅。突然間又話你稍為入到門，可以控制到啦啊！我唔去呢個門口，我唔去間富王出世，我唔去呢個敍利亞出世。啊！揾翻個好嘅地方出世，咁已經係不得了咯，啱唔啱啊？你甚至無，如果你再進一步，因為佢我哋夜晚發夢咧，就係人嘅生命嘅過程之中嘅夢中夢嚟噶嘛。嗯，即係你有呢個肉身存在啦，跟住一個意識流咧有夢境啦。但好啦，如果你控制到呢個生死，左右到的時間呢，就你控制到比較大的夢了，那範圍大很多了，就你不停的生死一世一世，你在中段呢你都可以控制到的生死，就不是控制到你夜晚的夢那麼簡單了，比較中等的夢。如果到你真的成熟到控制了很有把握很有能力這個生死流轉的長短的夢呢，指揮自如的話呢，你就可以有能力咧，哎，我唔嚟玩呢個夢啦，咁啊出三界，即係離開曬呢個生死輪迴嘅大夢。呢、這個咧就唔簡單，嗰啲大菩薩先有呢、這個咁嘅力。嗯，普通咧，你能夠控制到生死咧，都好著數。咁我哋最近咧就成日都睇電視啊，睇新聞啊，睇報紙啊。都聽見我哋中國最偉大嘅人民領袖新時代習近平思想最英明神武嘅領袖，就係我哋習近平先生咧，成日都講嘅要發掘中國夢。真係有講㗎，成日講㗎，日講夜講㗎。咁我就唔知道。習先生，你對夢咧有乜嘢認識呢？我希望你中國共產黨下邊嗰班宣傳部、黃湖亭之流，唔該你話一話俾我聽，你個中國夢用啲咩元素去化？有乜嘢條件去完成你個夢啊？大家唔係喎，而家你
整個清檸煲雞嘅夢出嚟俾我哋嘆啊，大佬，係嘛？近到嘅嘅聲喎，雞飛狗走喎，啱唔啱先？好地檢討啦，中國共產黨係嘛？個宇宙好神秘，你哋共產黨話無神論，我哋唔反對，因為佛學咧都係無神論。但我哋嘅無神論咧，同你哋共產黨無神論咧係分別好大嘅。我哋唔否定佢中斷嘅過程咧有神喺度，因為自然力量咧係形容佢叫神嘅啫，超乎咗人嘅力量咁啊叫神，實際唔係話有一個偶像嘅神喺度。但你共產黨唔係噶嘛，你全部粉定曬啊嘛，又毛澤東又人定勝天嘛。一俾兩粒病毒你啊，你埋唔到尾啦！整場洪水都死人，死到撲街啦！如果再有嗰啲天災、嗰啲地震嚟到，你邊度擋得到啫？你睇最近龍捲風都幾乎吹到冧曬啦，成個幾個省中國嗰啲啱啱人冇力噶。阿習先生謙卑啲啊，人係冇力噶。好，係咁先。Okay. Bye.